第六课。走，走字的写法是横、竖、横、竖、横、撇、捺、走、滋、欧、滋、欧、走。走字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？W-A-L-K walk 走。爬，爬字的写法是撇、撇、竖、捺、横、折、竖、横、竖、弯、钩、爬、坡、啊、坡、啊、爬、爬、爬行。爬行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？ C-R-A-W-L crawl 爬行。跑，跑字的写法是竖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、横、竖、提、撇、横、折、勾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、弯、勾、跑、坡、凹、坡凹跑，跑，跑字的英语单词怎么拼写呢 ？R-U-N run 跑。跳，跳字的写法是竖、横、折。横、竖、横、竖。